为了解决地球能源危机，公元2110年1月1日，人类制造了赛尔机器人和宇宙能源探索飞船赛尔号，前往宇宙中寻找一个叫做宇宙之眼的神秘领域，传说那里有神秘精灵看守的无尽能源。发现了吉约的踪迹，他们对吉约展开围捕，吉约疯狂反击，最终被卡罗尔抓捕。情急之下，吉约求饶，愿意抓到偷走三圣石的赛尔机器人来将功赎罪。第八集，星云迷踪。罗杰船长，最近太空站连续遭受海盗和不明身份人员的袭击，你们在宇宙中航行也要小心。听说上次普尼为保护太空站身受重伤，这次不会让他的伤势更严重吧？儿子，你别担心，这次普尼不仅没有受重伤，反而进化重生了，那真是帅出新风格，帅出新高度啊！老爸，普尼的基因重组实验成功了？实验非常成功，艾琳娜副官已经返回地球向赵森德将军汇报实验情况，但普尼也离开了太空站，现在不知去向。船长，最新情况，保持联系。船长，我们已经接近亚丹星云洞了。看上去好可怕，情况不对，我感觉到很强的杀气。船长，我们真的要进去吗？已经到了这里，我们没有退路了。不过在进去之前，先通报一下地球联邦总局。是。船长，周围出现大量宇宙海盗的战舰。好。立即通知所有探险小队，迎击海盗。是。新来的，要不要我们保护你啊？切，管好你们自己吧。咱们可不能让吉约一个人把功劳都给抢了，我们也上吧。随便你。Thank you.
不对，应该是这个按钮吧？这种飞船就不能设计的简单一点吗？约将军真是有勇有谋啊！驾驾驾！立刻扫荡赛尔号！是将军。啊！驾驾驾！海盗入侵！海盗入侵！入侵！驾驾驾！冲锋！准备攻击控制室，夺取赛号。明白。是他，把他带上。报告船长，海盗已经潜入赛尔号。通知所有先锋小队成员回到赛尔号支援。是。大家不要伤到卡露露！跟我冲！都别动，不然我……卡露露，抓住海盗！飞船发射舱，启动飞船，撤！我看见赛尔号驶进亚丹星运动了，那
里是非常危险的未知领域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快去支援！我最喜欢欺负漏网之鱼了，发射跟踪导弹。把你变成这样，是不是很帅呀？中旅行，拥有最无敌的精灵，这些都是最高水平。有那些下载 Lost Thing， 我们在飞船上穿行，拥有最强大的实力，我们是银河第一名。说白了，至少是他是第一名。我们寻找新的精灵，据说这样就能出名。啦啦啦啦啦，我们创造新的传奇。